点模糊，在那我感觉有点模糊。喂，那个我摁了，行，差不多就行。喂，那个打扰一下各位啊，咱那个在座的铁岭的帅哥美女老乡们啊，今天那个我想耽误大家几分钟时间啊，我想跟我女朋友说几句话，那个大家掌声鼓励一下行吗？给我捧起来，来来上来来鼓励一下，上来吧上来吧。谢谢各位啊，谢谢各位。走起吧，来上来吧上来吧，没事，你个高，你个高。那个，这样跟你先说几句话，因为不要在意细节。那个杨晓琪，今天吧，哎呀，我都词儿都忘了。就是说，咱俩刚刚从决定在一块儿的那天起吧，我就知道咱们俩肯定真正在一起之前特别困难。然后在一起快三年了，你也特别那个承受了很多，忍受了很多，也坚持了很多。不管是不在乎别人的看法，不论是网恋、姐弟恋，还是异地恋。都不在乎别人的看法是吧？我呢，就是也一直特别感动。然后今天我要向你答应一件事儿，就像我答应你要带你出去玩一样，带你去荷兰，带你去德国，带你去比利时，带你去法国巴黎，都带你去。我今天还要答应你另外一件事，就是说我要一定努力给你一个幸福的未来，然后努力做到最好，让你开心。然后那个。不管是咱俩相隔8000多公里，还是说6-7个小时的时差，就那个，你放心，我就是想跟你在一起，因为我非常爱你。给个掌声吧！谢谢你们。然后，最后我再问你一件事儿。今天在咱们大城市，是吧？中国最大城市，问你件事儿，你愿不愿意做我们铁岭的媳妇儿？愿不愿意嫁给我？恭喜！你把带改成陪吧。我举个话筒。愿意嫁给我吗？在一起。愿意嫁给我吗？他说他愿意。啊！谢谢你们，没听懂，愿意吗？再亲一个。一桌家长。然后那个，感谢在场各位每一个铁岭老乡啊，都是铁岭人。然后那个，尤其是咱们那个工作人员，还有那个于静于姐，谢谢你。这准备了挺长时间，然后还露馅了。反正哎，没什么太大的，我也不会太说什么，想的词儿都忘了。然后那个，就那个麻烦咱工作人员给每桌那个送上等人份的啤酒吧。这我没啥会说的，就代表一个诚意吧，好不好？就算你了啊！谢大伙儿啊！好，谢大伙儿。来，我挺羡慕你们的妈妈，因为我们的爷爷，我们孩子。